念佛怎么个念法？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你依这个念法就正确了。啊，觉明妙行菩萨教人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其实，这个说法跟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个意思。净念净里头就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了。如果怀疑夹杂，你这个念就不清净了。相即就是不间断了，二六十种从不间断了，就真念了。这真学佛，真正的佛子，他怎么会不成就？我们今天最糟糕的就是有心、有情、有识、有念，麻烦透了。可是凡夫修学成佛，这是必经的一个途径。诸佛如来也是从这个路里头走出去的嘛。他们从这个路走出去了，我们今天走不出去。为什么走不出去呢？不晓得这个道理。